哥哥，丫丫，丫丫，拜拜呀，哥哥，拜拜。甜心真的还挺有礼貌的，跟丫丫玩完之后都得跟人家拜拜一下。姐姐，今天这边小朋友还挺多的，哥哥都被你吓跑了。哥哥他们在玩炮，所以呢看到甜甜比较小就到旁边去玩了，我们甜甜又只能自己一个人玩了。球球有球球是不是？嗯，喜欢吗？要不要买一个？甜甜看到这边的球球了，这眼睛太亮了，去吧，妈妈给你买一个，去吧。你喜欢哪一个挑哪一个，咱们就买这个汪汪队好不好？我绑在你这手上。我第一次给甜甜买这种气球，这一个气球要5块钱。他的球球被贝贝的烟给蹭到了，破了。明天就是我们的佛生日了，今天开始做一些五香卷，先把这一层猪皮赶下来。这些肉全部都要拿来做五香卷。葱啊，炸葱一会儿会哭啊。把这些葱头先捣碎。这是五香卷的灵魂，必须有这个香葱头。你再瞪我！奶奶哭了，换我来，换我来，你休息一会儿。甜甜，你也躲远一点，要不然你等下也要哭了。这真的是个好奇宝宝，切肉也要看。是不是你拜拜的气啊？你拜拜把你那个气球给弄坏了是吧？烧了一个洞，烧坏了是吧？嗯。要不要赔啊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不要是吧？不要。不要。慢点走，还得可以垮了。苦哎，爬不深。哦，阿贝了，比赛。很辣是吧？要不然呢？是不是跟你一样辣眼睛啊？跟你一样辣眼睛。这等下用刀剁。冬瓜，冬瓜。这是什么？呱呱，你就知道呱呱，咋办啦？剥给谁吃？阿甜，阿甜要吃阿甜。你可别吃上火了哦。这是什么？马蹄。你可别糊弄我呀。就是马蹄。这边负责碾碎，大伯这边负责剁碎。侄子又想吃香肠了，你给他烤几个香肠。天天吃香肠。165分钟就可以。是个人才。什么人才？电都没插。你们都猜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太能猜了！你烤过空气呀、啊？这是空气炸锅。看你女儿多懂事，你看懂得帮忙了。我说的嘛。啊。哦，刚才你就应该来干这个活了。他还干得很开心。好，谢谢哈，宝宝。哎，扔歪了，宝宝，扔这里，扔这里。乖。谢谢。所有的料放到这个大盆里面搅拌，搅拌，搅拌，放入地瓜粉。搁这，搁这。再放入一整包的十三香。哦，干嘛给多花嘴？公安哥全部来几回哟。上早玩了，就不一定。这。哦，这是。咱们这鸡卷弄了多少年了？ N 年哦，从我嫁过来就一直有弄，代代相传了。最后再放点盐巴，用豆皮给它包裹起来，包成一个卷。我包一条哈。你也要霍霍？我一条，试一下。会不会用心就行？我把心都掏出来都可以。不用那么严重。学会，要不以后就没得吃了。给蒸笼下面铺一层菜，再把鸡卷放在上面。这一大盆能够包多少个？40-50，包这么多是干嘛？拜拜呀，啊，可以吃啊，随时可以吃啊。这个黄黄的呢是油豆皮。这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，合格哈、哦，很漂亮的。要区分开，要区分开，这两条是我包的哈。嗯，要不要写上名字？要。我等一下，放个记号。这个鸡卷是我们每年自己必做的一个小吃，每年包鸡卷已经形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。以后等我老了就得到你了，知道吧？你老了没得吃了。你说不关我的事哈、啊，我都嫁出去了哈、啊。你说不会啊？咱们到时候倒插门，找个倒插门的好不好？啊，好啊。你们有没有像我们一样，一到年底就要做这些美食呢？你们做的是什么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你要不要吃这个鸡卷？
不吃啊？给点面子嘛。不要。不要。爷爷这在砍羊排，这是明天要那什么？猪排。猪排啊。猪排。明天生日总共准备了三桌，早上专门再去买的新桌子，这也是新桌子，还有新凳子。贝贝在烧火。上锅蒸了。盖上锅盖儿。扔。大火搞起来。这个才是羊排呢。就这么点羊排350。嗯，350。铁在学这个爸爸做鬼脸。妈妈怎么做鬼脸的呀？啊，妈妈是这么做鬼脸的呀，好棒啊！我洗几个扒了给大家吃。我要这个，我要白一点。挡土墙是已经倒完了，但是有点斜，倒的不是很理想。你找我要，切一半。这堵墙里面可能是斜的。往外侧倾斜了。你要结实，那倒没事。这结实是绝对没问题，它里面有钢筋水泥的，结肯定结实。你这样要看东西，还要这样。干嘛来呀？往那桥上摸不完呢。奶奶已经在联想他到时候房子的样子了。我还能上来种菜。想的可真美。出锅。等它放凉之后呢，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直接放到油里面炸。这两个应该是甜妈包的。先炸两个，你吃。看看里面的馅儿。下锅炸，把它炸至金黄。出锅。哦哟，颜色不错啊！再来点番茄酱，快尝尝，脆脆的，看着这么颜色这么好。你看那个老母啊！捂的捂的啊，捂的个哟！切记得买，不就炒好椒？不是不是我。啊，你这么一尊汤啊，我叫是叫母叫。一尊是不高一个时尊。大伯也赶紧来尝尝自己做的。不不。这家伙睡醒了，你要不要也吃一块？要。要。那个不，今天看他会不会好好吃，妈你等下喂一下哈。赶紧尝尝你自己做的手艺，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包的。好吃，这一次包。嗯。可能是因为我的餐不算好吃。要脸不？要。哎呦，你包的都散架了嘞！我知道，我听到了。哎、那个要压紧实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开饭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期见。拜拜。嗯。你那咬一口，那不撒手了。他不吃稀饭，稀饭也不吃了。你不能光吃这个鸡卷的宝宝。这个油油哦。哟，香香哦，看你吃的一嘴。